斜坡的钢轨桩的部分呢，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钢轨桩的一个打设哦。那现在应该在这一两天应该可以完成啊、哦。那17号呢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及交通部呢，还会到现场啊来会勘。除了是在边坡放置这可移动的纽泽西护栏，还加装了钢轨桩，就是要加强来固定以可以支撑边坡的土石。另外呢，现场已经加装了监视器，就是要加强管制这进出的人员以及相关的车辆。